备出发了，下一站。排了将近两个小时，终于要进去了。先来购买骰子。购买状况超级无敌多人的，那每个东西都有限购。我现在限购买的卡垫跟娃娃。这边有小朋友的。小朋友东西你有要吗？衣服可以。雕像也是限购一个而已啊。这个公什么公园啊？不知道。走吧，来这边看看吧。这是领带，还有什么？笔记本，还有雨伞。同时，我们要来讲教法表了。